新民黨今次參選的團隊是有我38號黎棟國，有我30號容海恩，有我18號候選人陳家沛。12月19日是香港迎來一個新局面的開始。我們這個團隊是非常有特色的，有前高官，有我自己執業大律師，亦都有地區的幹事，非常熟悉地區的運作。是啦，那我們三位入到立法會之後一定會大力推動23條立法，還有國民教育的提升，還有是怎樣讓我們的年輕人融入大灣區的發展的。請大家支持選舉委員會團隊。